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寄诵第15首啊。若见桥道，当愿众生广度一切，犹如桥梁。这一句主要的是讲桥梁。桥道啊，就是桥梁。在以前，桥呢，多半是架设在河流上。那么现在呢，陆地上啊也有桥梁。不但有桥梁啊，而且有好多层的桥梁。我们在香港常常看到的有3层啊，那么这就是出门你常常会见到的啊。那么有桥梁呢，引发的大愿是广度一切，犹如桥梁啊。桥梁确确实实是度一切众生啊，彼此两岸的往来。那么从这个引申的意思，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学习做什么呢？学习做桥梁。那这个意思就广了。这两个人不和，我做桥梁，让他们两个能调和。这两个人对立，我做桥梁，帮助他们化解对立。这两个人有误会，我帮助他化解误会。那么桥梁就像现在我们所讲的和事佬啊。你说这个多重要啊。一切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试问问哪一个人没有矛盾，没有冲突？那么今在现代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桥梁，没人去做桥梁啊！佛菩萨发愿来做桥梁啊！确确实实啊！那今天佛菩萨不住在世间，这个桥梁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世尊留给我们后世的大藏经呐，大藏经里面有理论，有方法。甚至还带表演，像《华严经》53参表演给我们看呐。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没有这个怎么能落实？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切实地体会到，广度众生，化解一切的对立、疑虑、冲突，唯有教学。除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调节就是教学。啊，让两边都明理，都了解事实真相，都明白了，觉悟了，这问题就化解了。所以首先从哪里做起呢？真的是从心做起，从自己做起，不是从别人。这是佛在经教里面常常说的，啊，自己为度而度别人，无有是处。啊，你自己没有得度，你说你能度人？佛说没这回事情。所以度人必先自度啊！啊，中国儒家也说得很好啊，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啊！啊，修身为本呢，自度啊；教学为先呢，度他了。你自己身都没有修，你怎么能教别人？啊，这个事我也说过很多次啊。孔子、孟子，啊，释迦，啊，耶稣、摩西，他们当年在世教化众生，为什么有那么好的成绩？啊，成就？没有别的。他自己先得度了，也就是说他先做到了，然后教人呢，人不能不服啊，啊，不能不接受教诲啊。那现在做老师的教学生，学生为什么不服啊？老师自己没做到。父母为什么教不了儿女啊？父母没做到。你叫他要孝顺父母，他看看你就不孝顺父母。啊，你对父母不孝顺呢，你怎么可以要求他孝顺？啊，他要看你。啊，我们居在这个都市，啊，都市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教好市民？啊，那领导人自己没做到吗？自己要做到了，市民哪有不服的道理啊？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住啊，这一句真理的话，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啊。可是你要修身，那你一定要正心啊，从心做起嘛。要正心呢，首先要诚意，要诚意呀，一定要致知，要致知一定要格物。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啊。那从哪里做起？从格物做起啊，物格而后致知啊，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啊，啊，然后才教别人啊。你教别人从哪里教？从家教啊，家齐国治天下平啊，全是要靠身修教学。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传下来治贫之道啊。你要是不遵守这个，那就注定失败啊！你能够遵守，决定成功啊！它的效果，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啊！这是真理啊。啊，这些做到了，你才有资格做桥梁啊。我们谚语讲啊，你才有资格做和事佬啊。啊，现在由于科技发达，资讯的畅通无阻，交通方便，地球变成一家了啊。那么白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事啊，国与国不和，族群与族群不和，这个族群太复杂了，太多了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不和，导致社会全面的动乱。动乱的幅度确确实实是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几乎到了不能忍受的状况。古人讲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这一个形容的话了，用在当今的社会很恰当啊！啊，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和啊，这个和谐就是桥梁啊，怎么样帮助？这一切
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个事情用武力做不到。啊，今天武力可以把世界毁灭，这个做得到。要把世界带向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呀，武力是决定做不到。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开会会议也做不到。啊，这个联合国已经做了实验。啊，做了几十年没效果。啊，所以还是中国那套老办法呢有效。啊，这是祖宗教导我们的，修身为本，教学为先。这个能做到。啊，可是先决的条件是我们自己要把身修好。啊，修身头一个条件，格物。物是什么呢？欲望。我们知道啊，今天全世界的人啊，哪一个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这个事情麻烦了。好像人生活在世间，为什么？就是要追求物质的欲望，为这个而活的，这就不得了了。啊，人人都要求满足自己的这个物质欲望。会不会增值呢？实在讲，从小啊，幼稚园就教竞争，要比别人强啊，别人也竞争，要比你强。从小就教争啊，就教斗啊。啊，竞争在提升，斗争。啊，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啊，现在战争一升级，诸位都晓得，核武战争、生化战争。啊，这个战争，大家也心里都明白，没有胜负。啊，没有说哪个赢了哪个输了，结果是什么呢？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战争呢，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小三灾啊。啊，佛讲的时候有大三灾，有小三灾。啊，大三灾呢，是心系产生变化了。啊，这个我们现代的科学观察到了很清楚啊。啊，大三灾是讲世界的沉住坏空啊。啊，看到星球的爆炸。啊，星球的消失，也看到星星的出现。啊，真的佛经上讲的这个星球的沉住坏空。而小三灾呢，佛在经上讲的战争，
瘟疫、饥饿连着来的战争时间不长，7天7夜瘟疫呢是7个月7天7夜7个月7天，饥饿啊是7年7个月7天。佛都用七，是在讲七，是在讲不是数字，七是代表人，代表圆满，表这个意思。如果把它看成数字，那我们就看错了。所以7天的战争就是从战争开始打，打到结束的时候，不管打几天，1天也好，2天也好，1个月也好，2个月也好，都叫做期。要懂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核武战争的时候，我们对于世尊讲的这个期，不但是表法的意思，也可以说给我们定了时间表。今天毁灭世界，不是7天的，一按钮下去，世界就毁灭了，刹那之间。现在的核弹、氢弹，它的威力是过去美国投在广岛、长崎的几千倍呀！非常可怕了，一个居住上千万人的这个大城市，一枚氢弹就全部毁灭了，千百万人的时候，刹那之间全都没有了，这不能不知道。那么今天世界上，这诸位都知道的，许多国家拥有核武的，这个核武弹头加起来就是超过10万枚，能够毁灭地球几百次。那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呢？生活在就是坐在炸弹旁边的这个炸弹引信点着了，眼看它就要爆炸。这个就是西方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可是现在这个银星还没有燃烧到爆炸点是同归于尽还是共存共荣，这不就两边吗？宗教能不能扮演一个和平使者？
化战争呢为和平。这就是桥梁啊。这个桥梁要靠大多数人就。要靠大圣人、大菩萨救苦救难呐！大圣人、大菩萨是谁呢？我过去常说两个人，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媒体的主持人，这两个人影响力太大了，他们两个人觉悟了，就可以带动全世界人觉悟，中国国家领导人胡主席最近所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是桥梁啊！怎么落实呢？中国国家宗教局提出了纲领，心经国土经，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心，这三个纲领要落实，这个桥梁就加成。怎么落实法了？那诸位不要忘记啊，我刚才所讲的，我祖宗教给我们的，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从哪里做起？还是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平。每一个阶段都不离开中心的纲领，那就是心静、心安、心平啊，格物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把欲望啊舍弃啊，不要再争了。有什么好争的呢？人活在这个世间，只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够了。安贫乐道。人生的目的不是享受，人生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或者换一句话说，提升自己的境界，这就对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在十法界里头要不断的向上提升。我们现在人道最低限度，我们把自己提升到天道啊，天有二十八层天，节节高升啊。到顶点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超越六道啊，不断往上提升了，
六道之外，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佛道，这个人生有意义了啊！这个里头有真落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日中一时，三一一波，其乐无穷啊！啊，真正的快乐不是物质上的享受啊，物质是累赘呀、啊，物质里头有造业，这个很可怕了啊！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不能不遵循圣贤教诲，认真学习啊。所以我们同学学佛有很多年了啊，为什么功夫不得练呢？就是你欲望没放下，就是各无啊，你没做到啊。各是各处啊，用张家大师教我的话来说，就是放下。各就是放下啊，首先放下呢欲望啊，绝不贪图物质的享受，你要把这个舍弃掉啊，你的心就定了，就清净了，心就安了，心就平了，从这个地方做起啊。啊，六祖大师告诉我们，你能把舍我放下，你心就清净了，你能把罢邪放下，你心就平等了，你能把一切不善的习气放下，你心就安了啊。全是做各无的功夫啊啊。我们有智慧，智慧为什么透不出来，就是被这些烦恼习气盖覆住了，所以只要物欲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就物各而后知智啊！啊，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所实现的，你看他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我初读坛经看到这一句话了，非常感动啊，五体投地啊。我们会很惭愧啊，我如果要见了五祖，五祖要问我你怎么样啊，我一定是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啊，弟子心中常生疑惑啊。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啊，为什么人家放弃了，放下了？啊，放下烦恼习气，他就生智慧嘛。智慧现前，啊，真心就现前，菩提心就现前了。佛家讲菩提心，儒家讲诚意真心。你们想想，诚意正心是不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我说了十个字，诚意就是真诚啊。正心是什么呢？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都叫做正心啊。他说一个，佛家讲四个，讲得清楚啊！啊，
一个跟四个没有多少，一即是四，四即是一。啊，一个是总数，一个是细数。啊，这个心生起来了。啊，这个心生起来之后，身就修了吧。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里头生出来的。身哪有不修的道理啊？心正则身正啊，心正则言正啊。这身修啊，身修才能起家了，那就是教化众生了。教化从哪教起？从家里教起。啊，你教家人，家人哪有不服的道理了？家人看着你这个样子，没有不敬佩的，啊，没有不尊重，没有不敬佩，啊，他自自然然跟你学。啊，以身教，以言教，一家教好了。啊，一家教好了，就能影响一国。啊，古时候国都不大，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村镇，一个县市。啊，大国相当于一个县，小国相当于一个乡镇。啊，他就感化了。啊，一个县市，一个乡镇，统统能做到了，就变成全世界的榜样，全世界的示范模范，人人都向你学。这也是真正的桥梁啊，这是真正的广度一切了。你看看是不是先度自己啊，要度自己呢，先放下物欲啊，这是我们常常劝勉同学的，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疑要放下，这个东西不放下了，后头什么都没有。啊，我跟你讲的这十六个字，统统放下就叫是格物。修身教学。从这个地方起啊，事出世间，古今中外的圣贤，没有一个不是从这做起的。啊，所以你一定要认识清楚，自私自利啊，物欲的害人呐，不是好东西啊，害到我们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啊。六道是在今天在人道，人道之苦你已经尝受到了啊，三途之苦你不知道啊。佛菩萨很慈悲，让我们从许多灵媒这个地方得到一些三途里面的
状况。啊，这些年来一次一次的遇到，我们自己对这些事情深信不疑啊！啊，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说出来。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澳洲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啊，有1000多人参加，啊，纪念张家大师往生49年。韩英馆长往生9周年，我们做了一个纪念活动，啊，1000多人参加，来自世界各国，啊，正在这个活动当中，从山东清远打这个长途电话了，给我们。啊，说那边这个灵媒附身，透露了这个地狱道、恶鬼道啊，苦难的状况啊，我才让他们，因为他讲的很多，我也听不清楚啊，我让他们写成文字。传真给我们啊，那么这些文字有些同学看到了，这是我们内部参考资料，不对外流通啊。过了几天呢，台湾那边也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我们也要求他写出来。今天从吉林那边同学来的时候，也那边也发生这些事情，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啊，不是负一个人身的，但是他们所说的全是有冥界。这个里面的苦况啊，啊，从真的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啊，这个事情，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呢？我常常告诉同学，不能不信，不能全信，啊，这是一种很谨严的。你要看他传达的讯息，如理啊，就是我们讲理上讲得通，人情上讲得通，可行。如果理上讲不通，人情常识上讲不通，那就不可行啊。比如说他要来要求我们去做些什么啊，你比如要求我们给他做皈依超度，这是，哎，这个是如法的，他找到我们对了，啊，我们能接受，能帮助他。啊，他如果要要求我们，啊，做其他的，那就错了。啊，要信奉他，他给你有什么好处，那这个决定不可靠。啊，夫子告诉我们，敬鬼神而远之，这正确啊。
啊，鬼神也是众生呐，我们对他应该尊重、礼敬、祝福。啊，原因是什么呢？可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那你就错了。啊，你有什么疑问，你去问他，求他来给你解决，来给你指点，这是最不可靠的。啊，他自己岁数都那么苦了，要求人帮助了，他怎么能帮助你？他有能力帮助你的话，他自己不要求人了。啊，所以我们根据情、理、法来判断。啊，一切众生有苦难，我们学佛就要学佛的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啊，那就应该诚心诚意去帮助他，这是对的啊。啊，所以跟我接触的，我都能相信，啊，为什么呢？他来求我，他不是求别的，他求皈依，我给他做忏悔；他求超度，啊，我们用念佛回向；啊，他求听经，可以到道场，我在这个道场给他供牌位，啊，欢迎他来听经，啊，我们念佛堂给他供牌位，欢迎他来念佛，啊，希望他跟我们一起同生净土，这是合情、合理。我们可以接受他，啊，那我们的道场没有金蝉佛寺，没有超度这些，啊，可是我们，有三世信念，啊，三世信念是报祖宗恩的，啊，因为三世信念是净宗法门，真的是名扬两利。啊，这是我提倡的，每个月我们以祭祖为主的，啊，我们不是超度别的，我们是超度祖先，啊，像我在这个澳洲，啊，我们是每个月有一次，啊，其他地方呢我鼓励大家清明、冬至，啊，一年至少有两次，啊，清明同冬至啊，祭祖。啊，净宗学院为什么一个月做一次呢？学仪规，我们把它当做一门功课来学习。啊，我希望这个所有大众啊，都懂得这一个仪规，都知道这个佛寺怎么做法，啊，目的是在此地，是教学，啊，教学是在讲啊，有冥界众生都能得利益，啊，所以教学的讲堂也可以供牌位，啊，不过我们这种教学的课程呢，都在万信先祖纪念堂里面做，很殊胜呐，啊！大概这个讯息已经传到幽冥界了，所以幽冥界的众生呢是越来越多来找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净宗同学啊，自己要知道这个事情。少与鬼神往来，啊，人跟人往来被人欺骗还情有可原呢，如果跟鬼神往来被鬼欺骗了，
那你就大错了。啊，只有我们念佛、学习经教，啊，净宗同学，每一天，我是劝大家，至少有4个小时读经闻法。啊，一天有4个小时。啊，为什么呢？理不明，你的信心不坚固啊，愿心不恳切啊，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怀疑，就退心，你怎么会成就？啊，所以我们今天用读诵、闻法、念佛，做我们求生净土的桥梁啊！这个桥梁可不能动摇啊！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个目标，第一个方向，永远不能改变。我们自己成就了，自然就有能力帮助别人，自己没有成就，别人不会来找。啊，为什么？你自己渡自己没渡了吗？你怎么能帮助我呢？啊，我们有困难找人帮忙，一定这个人有能力。啊，他能帮我的忙，我们才会找他。他没有这个能力，你找他没用处啊。啊，所以一定是先成就自己，那么你就要千万记住，啊，如这个根，啊，这是根本的根本，啊，你一定要记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也就是说，你要把《弟子规》给十善业道100%的落实，你这个根呢就扎稳了。啊，然后再进一步落实3规5戒，啊，作为你学佛的基础。啊，这个样子，必须知道，人生苦短呐！来日不长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啊，不要把时光空过了。抓紧这个时光呢，认真努力的修行。啊，佛在《大集经》上给我们的开示，我们要明了：一心皈依净土，万缘放下。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的成就了，不管喜欢什么法门，到极乐世界以后再学。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有的是时间呐。啊，在这个地球上，时间不长。啊，100岁也不过一弹指。汤恩比晚年的时候非常感慨啊，啊，他自己说了，那个时候他75岁，1973年，啊，
他觉得他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啊，觉得这个时间长短呢有差别。他从出生到七岁，这是一个阶段。从七岁到八十五岁，他过的那个光阴呢，就像跟他那个七岁是一样长。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人生活多大年岁呢？十四岁呀。啊，后面五十几岁的时候，感觉的跟前面七岁一样长。我们是不是这个感觉呢？好好想想啊，没有两样啊。啊，我今年八十岁了，想想真的，我十岁离开家乡啊，在家乡那个十年那么长的时间呢，往后这个七十年呢，就好像十年一样，一刹那。啊，所以何况人命无常啊，这个要珍惜，要利用这个短短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道业完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东西带得走。啊，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包括你亲情眷属，没有一个能带走的。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带得走的认真干，带不走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